火影玩家的凝聚力，想必各位都见识过，不论是2000块自来也事件，又或者要求魔方回归，都展示了虎皮的团结性。前阵子嘛，有个投票活动，每个游戏都选出一个 CP， 火影区的 CP 是我和老严，可惜只有180票，位居倒数第一，已经必败无疑。我和小严抱着试一次的心态，请求村内玩家支援，并立下了个 flag， 如果我们能拿第一，就把头像换成高端玩家和扇贝，或许这就是火之意志。让我们再次见证一下火影玩家的凝聚力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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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然拿下冠军后该履行承诺了，我连夜做了一张高级玩家头像。